你们谁吃这个饼干啊？我大娘给我吧。哎，美女给我吧，我是熊二，你真美，你真好看，谢谢啊。啊，我不活了，为什么不给我？我靠，高壮子，你这一身腱子肉咋练出来的？摇出来的。摇。嘿。壮子，你看我给你抓了什么东西？你最爱的小老鼠，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拿走，谁抓的谁吃。老子从来不吃嗟来之食，拿走。我一直以为我家狗不纯，结果发现我错了。这哪是纯呐、啊？这绝对是祖师爷级别的纯，纯的没话说。大妈，咱能不能把脚收拾我？这边有点上头啊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不服你也放出来凉快凉快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今天他妈这一车厢人都他妈别想活了下去，生化武器青椒出战。要么说嘛，狼爱上羊，爱得疯狂，这狼八成是个色狼。别问我为什么，看看这性感的大臀部，估计男人都心动了吧。